无线台庆首次以录播方式播出全晚最精彩，相信就是真假游戏这个环节，因为真的大爆有味私隐。我见过洪永城传说啊，真的肯定你看到？你在哪里见过？你不要乱说话，我有女朋友的。土耳其浴场那时你完全没有穿衫，你说是什么形状？譬如我跟他去过酒间，我是这样。其实你们有没有尊重过？你们公开讨论我的器官啱唔啱啊？是不是这样啊？咩系咪咁啊？你唔系唔到我证明俾你听，唔系咁啊？你老婆啊，淫贱不能移啊！冇乱讲嘢啊！你讲紧爆晒啲嘢先。讲嘢真定假嘅？你真系睇过啊？报警 ！Tony 最尾咁激动，睇嚟黄翠如真系讲真话喎。